来吧，信哥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剑圣，敌军还有信哥打剑圣应该随便打吧？碾碎他们！交给我了！回家，拿上我的小皮包。嗯，怎么没有小皮包呢？我记得这个皮肤有个小皮包，带个直升机呀。从未破灭。 全军出击！他不打红吗？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到底打不打呀？剑阵之阵。 有死无生，直接惩啊！惩完，这啥意思啊？这是，奉吴王之命，看看嘎里奥干啥去。 意不到。 命运已做出了他的选择。剑圣，拿我的红了吗？他们的生命已被依法剥夺。我去。 这也杀不了啊！这他妈不害人精吗？玩儿呢这？现在你可以加速了。十点经验，吃个三。 说明一切，不是你发的信号吗？那维鲁斯有闪，你一共一个控制，咋杀呀，兄弟？是我发的信号，那我没让他用闪现呢。你先放技能把对面闪现打出来，下一波再用闪现杀他，是这么个意思？哎，连这点东西你们都不懂吗？还得用我说一下吗？ 那人家再有闪的情况下，你闪现上去指他，他怎么可能能杀得了呢？还是我上慢了。啊！打的我的红，命运已做出了他的选择，偷的我的东西。 啥也没有了，溜干净啊！我操！进军！来石头人，我操！切！撅！拿下银头。 上线扎死，麻烦留闪，交给我了。
我有点忘了这石头人大石头人到底是在哪儿的了。他们的生命已被依法剥夺。对面打野人呢？那偷小龙了呢吗？偷小龙呢？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来个星石伺候。下路很好杀，下一波就能杀了。勇士之魂从未破灭。即将凯旋，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剑圣至今为止没见着过这人呢。来，直接越。喜欢亮牌，亮牌。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开吧，我走了。进军，打个红的。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这剑圣这人。剑阵之阵，有死无生。这是头一回见着的剑圣的人。勇往直前，算了，不去了。那嘎里奥一会儿过来，我不一定能打得过的，拉倒吧。不上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去剑圣野区走，跟我跟我来跟我来。你左我右来，上。这儿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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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打完。我操，打这么快这三郎。哎，你姥姥的，快快救救，快救救，我要死了。我主要我没六，我这有六了，这我才能跟这剑圣打一打呀。德玛西亚人，快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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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大走！你就直接大走得了呗。剑圣是不是搁这儿呢？打峡谷呢吧，瞅他一眼来，没打。大家出来了，杀不了啊！能杀我闻个味儿啊，漂亮。有点逛街了，这两波，这两波都逛的时间有点长了。荣耀与毁灭同在。去小龙。
奉吴王之命。真打呀，剑圣啊！接盘。勇往直前。哎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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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上上，别急，往上上，没事，大换大。我操！别越呀，别越塔呀！别杀剑圣了，然后杀猫。我应该死不了。胜利。卡里奥呢？死了是吧？吃他个石头人，交给我了。是日本的，从未破灭。回家了。太逼亮牌儿，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我不回了，我这波直接蓝 buff 一收，再干克一波。今天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这石头人不把剑圣杀了？偷东西的剑圣到处偷。奉吴王之命。哎呀，到处偷东西。下路可以越塔啊！他们的生命已被依法剥夺。来，下路可以越，直接死来，热女死了无所谓，直接一换二。我去你！你他妈的，我让你亮牌！亮牌来！勇往直前！什么小破牌儿，还不知道北啊？还妈了个巴子！我闪现斩，你去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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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！坏了坏了坏了！还好！哎，好的，没坏啊，问题不大。骂人是吧？生气，老搁我这亮牌亮的，烦死了。出点啥呢？你信哥星石完事以后来个西兰刀吧，怎么样？有点脆是吧？先来个十五压压惊。进军。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哎，漂亮！命运，你做出了他的选择。胜利在呼唤。
啊，连我下去了。来，我们马上到。对，先控他一手，别让 AD 死了。来，这波全死。啊切！耶！先把这剑圣给我杀了。你他妈亮牌啊！亮牌啊！亮牌！亮牌！这把我去！去！我咋去？亮牌！亮牌是吧？亮牌。